风地，广告更加叻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叫李佳颖，我来自光兴小。今仔日我要甲大家讲的故事是《蒙牛菠萝》。话讲真久真久以前，有一个人，伊有一个真大的油条，油条内面有真侪牛。一天早起，伊去放牛，发现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，哎哟，才减一只。伊食看看，行看看，发现原来啊是油条破一个大坑。伊油头苦面，厝边头尾看伊油头苦面，过来看看，讲：嘿，你看，你的油条破一个大坑，牛胖起啊是无？肯定是拢甲牛加起啊！你赶紧甲这个油条补起来，安尼啊，牛就袂阁互拢加起啊！这个饲牛人讲：啊，牛都已经胖起啊，阁补有啥物路用呢？厝边头尾看伊这个态度，就唔阁劝伊啊，头摇摇的行了。第二日早起，伊阁再去放牛，发现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哎哟，牛哥在接了两只，伊真后悔，昨昏无听厝边的话，伊哪想哪准备动手，伊将油条剥甲真结实，自此以后。伊的牛就无阁互拢加起啊！这个故事甲咱讲一个道理：拄着错误，得及时改正，无损失会愈来愈大。我的故事讲了啊！